说人这一辈子也挺逗的，也没什么念想，都很简单，娶个好媳妇儿，生一堆孩子，然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可是小鬼子偏不让我们这么活呀，娘的！小道哥，啊，你说的我都懂。你对翠花的好，翠花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。瞎说啥呢你？什么下辈子？我不都说了吗？好好活着。明天打完鬼子，我就去接你们啊！听见了没有？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这次你们一定好好打，毕竟是鬼子的师团。只要你们好好活着，翠花在那边也安心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这？翠花妹妹，小刀，你怎么来了？翠花，我能跟小刀说两句话吗？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非常的乱，我跟他的关系又很特殊。赵白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花儿，没事，让他说，我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样来。你先回避一下吧。你当心。说吧，小刀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其实我更加羡慕你，你有那么多的亲人在身边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相信你，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。要不是看在我娘的份上，真懒得听你说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快说！我能叫你一声弟弟吗？不能。我们能冰释前嫌吗？冰什么？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绕来绕去的？啊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明天就要行动了，我还有话要跟翠花说呢，很重要的，赶紧说。好。这么说吧，小刀，你们这群人非常的棒，你们能够单枪匹马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，你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，关系非常的单纯，即使再困难再辛苦，每天都过得很快乐。我非常的羡慕你们，我跟你们完全不一样，虽然我也有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追求，但是我却一点都不快乐。可是，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复杂呀？不就是打鬼子吗？你说这么复杂干什么？是打鬼子没错。这场仗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可是徐小刀，你仔细的想想，赢了，以后呢？这以后有什么好想的呀？就是跟着石大哥。加入新四军，你错了，弟弟，我希望你能跟着我，我能给你和娘更好的未来。现在虽然我不能多说，但是重庆已经和美国方面结合了，你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徒劳，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以后就知道了。虽然我不赞同黄国良的做法。行了，我明白了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个坏人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有什么话你跟我娘说去，跟石大哥说去。你赶紧给我走。小刀，你不要逼我。你们一意孤行，非要执行这次行动。我有自己的使命跟我的任务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就傻了啊！我就找不着北了，还跟不跟你走？好，
至少我没有辜负这段突如其来的亲情。今天来之前，我做了两种选择，是你替我最后选的。住手！赵白露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枪杀老王，血洗联络处，龙城这一件件事情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石山来，为了你，我冒着生命危险当人质；为了你，我跟别人结婚，帮你们逃亡，我助你们劫法场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明明知道密电被破解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想伤害你们。因为我是新四军，我们有我们的纪律。我帮了你这么多，到头来你还是不信任我。这就是美国最新型微型炸弹，龙城乃中枢咽喉之地，不得落入他人之手。谁的指令？戴老板，传达委员长口谕。知道了。绿岩水的方向，我去看看。这他妈谁干的？这事啊？谁干的？这不是置我们于死地吗？石振来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跟不跟我回去投靠国民党？我们还可以一块抗日，一块打鬼子。赵白露，你别白日做梦，加入你们的党，还一起打鬼子，一起抗日。如果你们真想抗日的话，就不该炸掉绿岩水。你们那个党，整天考虑的不是国家和老百姓，而是考虑到自己那点狭隘的利益。你如果回头是岸的话，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谢谢你，石山。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哎，你往这儿打。来呀，赵白露。你把枪放下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我就打死他。白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娘，我已经走了一条不归路，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。可是你是我的女儿啊。我自打出生就没有娘，我也不需要娘。白露，你有什么冲着娘来？女儿不能尽孝了。白露，白露，
没有氯胺水，那炸了不是白送死吗？如果这些芥子弹全部爆炸的话，那就不只是新四军的问题，这千里皖南，死尸遍地。仓库必须要炸掉。陆安水已经被炸了，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痛苦，仓库是一定要被炸掉。就算是死，那也是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献身，是为了让我们子孙和后代过上好日子。 只不过毒气的处理一定要非常谨慎，我们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计划炸毁它，绝不能让毒气蔓延在皖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搬井师团的人。你为什么不阻止？ 少佐，这是龙城司令，还不放行？ジョークのメレを投げた。ナレを逃すな。おい、どうしたの？あいつらは盗賊団だ。ああ、わしの生徒だ。面倒いでやれ。マサ、こっちはルール守るだけだ。理解して、中行って。 我以为我走错地了。哈，坂下，もうそろそろ出発するから。いる間に君の司令部ちょっと貸してくれたけだ。首締め計画をもうすぐ実現するから。いた成功すれば君の将来俺言わないでわかるだろう。请你转告板井司令。 这里是龙城，有什么需要，最好跟我打个招呼。喂，谁这么说？齐燕太师，您消消气儿，喝杯水。 现在神气起来了，不是他妈当初求老子的时候了。司令，宫本先生说了，事成之后您是大公之首，高官任您选，兵权任您挑，飞黄腾达的日子指日可待啊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宫本先生跟板井师团讲话的时候，我亲耳听到的。司令部，杨先生。嗯，我接。 下午三点，不老松，我知道了，不见不散。嗯，淑花，嗯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吧？当然记得，小时候你经常在这儿跟小孩打架，非得要我姐才拦得住你。哼哼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们打架吗？不知道。 小时候，村里的孩子总是骂我，说我是个野孩子，说我是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，因为他们都有娘。谁这么笑话我，我就跟谁急，我就跟谁打。是，你那时候总是带着伤，很晚回家，谁问你都不说。山来哥，你怎么总把话憋在心里呢？ 我不想说，我怕说出来，我爹心里难受。其实吧，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有个娘。有娘多好啊！衣服破了。
有人补，肚子饿了有人做，有什么难受的话可以跟娘说一说。直到后来我扮演了小九川，到了萧家，遇到了秀娘，才算是实现了我的一个梦。哎，现在已经晚了。当秀娘中弹的那一刻，我是欲哭无泪，我喊喊不出来，叫叫不出来，一切切都晚了。老话说的对呀，有娘才有家。沈来哥，我明白。翠花，这次的任务你就别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嫌我碍手碍脚吗？沈来哥，我现在可是火神爷了，日本人我敢打，黄国良的炮楼我也敢端，你去炸仓库怎么能不带我呢？
孙德军，我跟黄司令是朋友，是战友，你明白吗？ハハハハハハハ。ハウサ、もし君あくまでご存知しないと、リュウジュ、そのたくさんの仕事を君に任せる。他嘴里藏了毒药。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这个小鸟，来，让开，让开！炸药包，新做好的。哎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小心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收好了，让开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那边大家放下吧，这还有枪吗？可以了。兄弟们，又一波家伙做好了。好了，起了。兄弟们，我们每一枪都要瞄准了打。听好了，进入水道以后，严格按照计划行事，一定要跟紧了，听到了吗？是。今天这一仗，关系到十几万新四军的战士的性命，关系到上百万老百姓的死活，所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。是。好，分头准备。走。娘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我把这个带上，交给独立纵队。我徐小刀虽然人没去，但是我刀到了，也算我加入新四军，行不行？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你！你给我回来！
这兔崽子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要干什么去？你别拦着我啊！我要去打鬼子。就你这熊相，你连枪都扛不动，你打什么鬼？哎呦喂，爹，你还是我爹吗？怎么说话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打鬼子是你大哥和我的事儿，轮不到你。哼，就凭你这么说，我也得去。我看你敢去？怎么了？你说他这个样儿，他要去打鬼子。你要去打鬼子？对呀，我打鬼子怎么了？哎，石山来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我们百姓点灯啊？只许你们打鬼子，你们是爷们儿，我在家里我就是个娘们儿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个爷们儿，超爷们儿，我给老肖家生了两个种，是吧？我给老肖家有后了，好字写成了，我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要给我娘，给杜鹃报仇。你歇歇吧，啊，别的不说，就你那个胆儿，我太了解你。这枪一响，别说尿裤子，你都能拉一裤兜子。哼，行了，好好在家待着，把这两个孩子带好，把你爹照顾好。哈哈，石山来呀，你可真敢开牙呀！照顾好我爹，他是我爹呀，他不是你爹呀！啊，切，我胆儿小，哼，我那是没放开胆儿，我一旦放开胆儿，我告诉你，阎王爷都得绕着我走。挺坚决啊！那我问你，你去打鬼子，你有什么能耐呀？能耐，哼，我能耐大了去了，我这张脸就是最大的能耐。现在小鬼子不是要杀你吗？啊，我可以冒充你吗？我可以拖延他们呀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呀，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炸掉那个仓库。哎，没想到他想到那儿去了。那小子想的还挺细呀。那是，我是谁？谁是我呀？那你也不能去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不要问为什么，就是不能去。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凭你这条腿，我伤了腿了，你没伤腿，你到敌人那儿，人家不一眼把你认出来了吗？哼！呀，石山来呀，石山来，不就条腿吗？谁没腿是你吓唬谁呀？哎，你，啊，九川，你真打呀？哎呦喂！我也是英雄了吧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你打的是左腿还是右腿啊？左腿啊！你打错了！啊！哎，九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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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山来兄，干什么呢？我们生意人啊，讲究出门之前要拜一拜。你看这条路，以前啊，我经常带着我们家的商队，从这里到龙城去做生意。可是现在，咱们还是要走这条路，但是，是去打鬼子。你去吗？怎么，你的意思，我应该在后方运送军用物资是吗？你比我重要。修琴曾经跟我说过，在新四军里，不怕死的英雄好汉成千上万，但是药材省遍及全华北，又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英雄好汉只有你一个。山兰兄，你不要再劝我了，你放心，军火和药品呢，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我来龙城的第一天，就已经下定决心，要跟你一起去。
秀花，大少爷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我这个伤算个啥呀？啊，跟我大哥，跟这两个孩子他大爷一比，我啥都不是。 去了，我决定了，必须去。翠花，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我想好了，儿子呢，姓石，叫石家国，女儿呢？ 姓肖，叫肖永安。你将来告诉这两个孩子，他爹拼死拼活这一辈子就为了这四个字：家国、永安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这俩孩子。
お前ら勝利を祈り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子弹分成三批，第一批都给我打光，打得着打不着不管。小刀哥，机枪打不打？打呀，怎么轰还怎么打。哎，你不行咱俩换。来，昨天教大伙的都别忘了啊，准备好了。嗨，嗨什么嗨。嗨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千万不能给石大哥丢脸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好好好，来，好，没问题。萧宗海老而不求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这个行动我要参加。干什么？好，走走。大哥，周可的就是有给过的。新宿の独立総体畜生やれ。警察！警察！警察！